演唱会，还有你最爱的运动赛事也绝对不会错过。5月11号开始，上到麦的 IG 留言，分享谁是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运动员，并写下创意的原因。写的最好的你呢，就有机会可以赢取2张 VIP 入场券，出席5月23号到28号的 Proda 2023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。详情条规以及摄影师权，浏览 my.com.my， 千万别错过5月23号到28号。今天9号啊，在澳门举办的 Proda 2023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。这也是首站高级别奥运积分巡回赛，到时将会聚集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同台较劲。预知购票详情，浏览 www.ticketsyou.com.my 了解更多。卖好玩。哎，你看了本届的大结局吗？哎呦，烂尾的啦！昨晚才上线哦，你怎么可能一晚就追完十集？小姐姐，我有无限量互联网吗？赞咯！Xpex Prepaid 给我无限量互联网及拨电，加上额外5GB 高速互联网，全部只需38令吉。我天天都在尽兴串流追剧，专用全码最广最快网络。浏览 cellcom.com.my 了解详情，需符合条规 ，cellcom 地址持有。真的够了，啊，真的够脆，这才够味，够辣，够脆。KFC Extra Spicy and Crispy 让你够味到吮手指，立即前往 KFC 点餐享用。跟你说哦，这 Oracle Cat 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外形是挺好看的。它还附送家用充电桩和便携式充电器。哦。还有长达8年的电池以及电子引擎保固。还有呢？还有免费1000令吉的充电余额。哦，你别说了，快给我每个颜色来一辆。GWM 的 Oracle Cat 纯电动车，5月31号前预定，送您家用充电桩、8年电池保固以及1000令吉充电余额，优惠期有限，马上抢购！详情浏览 gwm.com.my。全球正在面临饥饿危机，许多孩童因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导致营养不良，影响了他们的成长和未来。透过捐献支持饥饿30基金，为脆弱群体提供医疗保健与营养、家庭生计以及干净水源与卫生计划方面的援助，帮助他们 strike out hunger， 奔向奇迹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世界宣明会饥饿30爱心大使品冠。啊，够了。他应该还没有玩的噻，啊，等下我玩了来跟他讲，不要跟他用打了。除了原班人马 Vin Diesel、John Cena 同埋 Jason Statham 等荷里活动作巨星在阵之外，今次仲饰演 DC 超级英雄 Aquaman 嘅 Jason Momoa 加入饰演全新大反派，卡士阵容简直就系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咯！而家就快啲去到 My Double My 同 Shop App 参加游戏，因为我5月18号全马隆重上映。麦跟你讲，有时候好东西不会远在天边，而是近在眼前。麦和 AirAsia 告诉你，亚洲也有不少的好去处哦。想要畅游与欣赏印尼风情，可以到雅加达、北干巴鲁；交美景普吉，可以到清迈、桂林，还有繁华的釜山、大阪、台北等等呢。Asia and Australia Grand Tour 即日起至5月14号，国内航班全包单程票价从49令吉起，飞往国外全包单程票价从99令吉起。赶快上到 AirAsia Super App 安排你5月22号到12月14号的航班吧，附带条规。一起来听听下个小时有什么好歌，跟徐老师有欢乐为你呈现。700的是要玩那个电钱啊，那张那电钱都500块。Reflection。Ignited。阿哥之前有 Mirror 的访问啦，今日周末就可以见到佢哋啦。The One Love Asia Festival 2023，卖好玩。
购买全新 Honda 并享有高达6000令吉的三不不三八 bonus， 欢迎前往临近的 Honda 授权经销商了解更多。哎，我穿前不要开穿前是由 Prado 为你呈现。 Prado Aros 宽敞的七人座和更好的驾驶体验是你的明智选择，浏览 Prado.com.my 了解更多。Unbox Art Exhibition 是一个视觉艺术展，来自 Utah 的多媒体与动画系学生的作品展览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向学生、老师和公众展示他们的毕业作品。你可以在5月13号到15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7点，去到 GMBB 给这班多媒体系学生多多鼓励。另外，巴生共和华小家教协会主办了义卖会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建或重建学校的环境和设备，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及设施来学习。这个义卖会将在5月6号到6月26号结束，地点是在本校的操场。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，可以上到 mydefonomy.my 大时间来看看啦。你好，我是 Jason。全新阿夏重新设计，为你提供更时尚、宽敞、高效和安全的驾驶体验。今天就到临近的 Prado 预定。啱啱好，唔前有唔走，唔系啱 channel 嚟到7点啦，哇，今日。